下午回来？就早上啊，我八点就上班了。嗯，吃完早餐我就上班。你爸舒服？舒服也没舒服，每天都三点四十得起床。你在饭店吗？我在东方汽车，以前是那个八里路那个饭堂，现在是在南锣鼓巷的水牛羹那里吃的。水牛羹那里的。哎，对。
Thank you.
行政有路，行政有路，快哦。